功能，身体健一下。 虽然我的人生过得很失败，但至少这件事我一定要成功。虽然很短暂，但你的呼吸确实停止过了。不过不能排除有后遗症的可能。先生，这里不能抽烟。你没有听到吗？他为什么躲在这里哭啊？年轻人，身体健一下。他们每天都跟着我，就像我的身。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他们送走？姻缘未了。可以的吧？求求你们，赶快消失。是谁的爱填补了空白？真的，那我先走。我不想再阴了。如果真的没有人需要我，那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干嘛？很多事情啊，想不通，没有关系，过一段时间就会。就这样，想不起来。心只要还在跳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这种幸福，我值得拥有吗？谁送的？男朋友？关你屁事啊！